苦海无边，遥知边。众生难渡，金木渡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道迅，欢迎收看《母娘慈悲》。咱这节目呢，是由咱的社团法人中华瑶池金母慈善会来赞助提供。慈善会呢，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宣扬母娘慈悲救世的精神和信仰，所以对着咱慈善会的支持，就是对着咱母娘的扶持。又搁吼来到一年一度，这个上重要的日子，就是咱母娘的圣寿。今仔日呢，来甲观众朋友分享，伫咱所有遮母娘的客子女，甲咱遮的信众，要怎来帮母娘祝寿，还搁有听讲。咱这得知慈惠堂吼，有一个母娘要上寿的宝物，要来甲这个有福分的这些信众甲观众来结缘。啊，搁有啦，听讲吼，伫咱母娘圣寿的这天，咱也向母娘吼来许愿，会特别的灵验哦。啊，各位观众，今仔日你若看到这集，你的福分足大。阿哥，你看到就赚到。来，咱吼，今来介绍咱今仔日的来宾，阿哥来介绍咱今日的主题。来，第一个介绍咱的来宾，就是咱这个高公大法师林元启林大法师。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第二个呢，这個、我唔免想讲介外介绍，大家拢总捌哩，就是咱的娇兰妈，娇兰妈。你好。母娘慈悲，主持人好，是啊，你好。啊，讲到咱这个蟠桃寿宴吼，这个要祝寿的吼，这个蟠桃寿宴，讲到这个蟠桃，我就想到一个，这大家嘛做内行拢听过这个故事吼。虽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吼，就是咱《西游记》的内底男主角，就是咱的孙悟空，齐天大圣。啊，伊当初是安怎去？大闹天宫啊，偷吃蟠桃啦吼，这个故事吼，咱制作单位特别召开主东的圣龙宫哦，圣龙宫来访问到伊这个刘公主，咱现主持的来看一段 VCR。其实齐天大圣佛爷他本身他是生长在一个花果山，他有他自己就好像一个山寨的寨主一样，他有很多的猴子猴孙在花果山里水帘洞。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他一直生活在那里，引导着一些他的猴子猴孙快乐的生活。但是有一天，他突然听人说，哎，天庭上有一棵蟠桃树，这个蟠桃树长了很多的蟠桃，听说吃蟠桃一颗可以延年益寿，哦，可以让自己身体变非常强壮，然后功力精进无比。他听到他很开心，他说那我要去偷吃蟠桃摘一颗。结果呢，他的那个徒子徒孙那么多，他们也说那个大王大王，既然你要去，那我们也要吃，不能只有你吃我们没得吃。就他想想也对呀，好，他就找了机会把他们的猴子猴孙全部带上天庭去。就在蟠桃那一棵蟠桃树是几千年以来一直种植在那里，是瑶池金母娘娘她非常爱的一个区块，也非常爱的就是她那个蟠桃啊。所有的猴子猴孙进去的时候没有所谓规矩存在，就把那一大株的树呢破坏殆尽，该吃的也吃了，该砸的也砸了，该踩的也踩了。然后呢，发生这个事情之后，大家逃窜，
那逃窜之后，很快的，在那边瑶池金母娘娘知道，非常生气，就大家把齐天大圣佛爷请过来，叫他过来，就是要受罚。他受仙罚惩罚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他说：“我只能找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对他非常非常的钟爱，非常的特爱他，他就像他的母亲一般，哦，这样子呵护他。他就请了佛祖下来，佛祖呢就出面把他镇压在五指山，又有一个符咒贴在上面，然后他在那边待了500年。然后他500年当中，他当然他是非常憎恨、非常愤怒、非常生气、非常不满的。为什么我这么强，我竟然强不过他？他难以置信。所以在那500年当中，他并没有好好的思维说他的错是要如何改，他并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，唐三藏骑着他白马，在他的山下路过的时候，听到人家呼叫救我救我，结果他往头一看，哇，不得了了，一个符咒那么大面，然后压了一个人。唐三藏呢，他心存慈悲，他认为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在他眼里能救他绝对救，所以他很卖力的，很吃力爬上山，把那符咒一撕下来之后，大圣爷蹦蹦跳跳的就很开心的，哦，就觉得说我终于得到解脱了。他当下他有感激，但是唐三藏告诉他，我将往西天取经，那你愿不愿意同来？结果大圣爷他就去西天取经去了。然而这一座的话，我们说实话，你们也知道，这个10万里路用脚来行走的话，真的是需要一番功夫，啊，一段时日。然后这当中呢，他遇到过很多很多的365个劫难，这365个劫难，每一个劫难都是要由齐天大圣佛爷他去处理。当他们一段时间完成了，克服了所谓很多火焰山的，白骨精的，还有很多我们数不清的女儿国的，等到他们10年后，把这个事情任务完成了。每一个人都加封受封，那玉皇上帝给他的名号斗战神佛。这斗战神佛有一个佛字跟一般的神明就是不一样的，成为佛的之后有那么多的想法了，他会顾及别人了，也会想要去拯救别人了，所以完全的前与后是不同的。那不同之后，我们来说他的神迹，其实神迹非常多，有700多个人当中，我曾经记得有一次，屏东的陈先生，他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，因为他是听人家说，新竹县竹东镇有一个齐天大圣佛爷在办事，然后他驱车过来，他赶过来的时候，他问我一件事，就是问大圣佛爷，他说。我以前的收入还不错，但是为什么我的收入越来越少？大圣佛爷问他：“您做什么的？”他告诉他说：“我是种火龙果的。”结果大圣佛爷只跟他讲两个字，问他：“姓氏，姓名的姓，姓氏，你们家有没有双姓？祖先到现在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他说好，你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一样会像过去一样，哦，经济不会拮据，果园的丰收一样那么多，也可以销得出去。结果陈先生陈师兄很开心的回去，月末差不多大概半个月吧，我印象中半个月，他竟然寄了很大箱很大箱的火龙果来。他告诉我说谢谢，因为他真的回去查他们的双姓，他把双姓把他供奉好之后就安然无事了。还有一个他是做厨师，他本身他也属猴，他来这边之后他是说他梦见大圣爷叫他来的。我说你的梦中是不是像这样情形？他说是没错。我说好，那你要问什么？
他说因为我做厨师，每天在炒菜做菜，他跟太太结婚多年都没有孕育小孩，没有孩子怎么办，家里老人家会担心，就问了大圣爷。大圣爷告诉他说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吗？你休息一段时间，心情放轻松，很快的三个月以内你必得一子。结果他也觉得很奇怪，他说不行啊，他说我休息的话我就没有收入了。他说你的朋友那么多，找一个也是做餐馆师傅的过去带你的班，我想这样可以。结果呢，第四个月回来，他认了齐天大圣佛爷做义父，然后他告诉齐天大圣佛爷他当爸爸啊，因为老婆真的也怀孕了，就这个也是很奇迹的事。阿叔看完这段吼，这个圣龙宫的刘堂主吼，为咱讲到的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段故事吼，我听完啊，我嘛有淡薄想要去偷吃蟠桃啊，啊这蟠桃到底是安怎的神奇？啊，这讲到这個，咱就要来请教到咱的高公大法师，大法师。这蟠桃是当初是安怎来的蟠桃？啊，为什么听讲食落会有三千年、五千年的功力？这是什么原因啊？那讲到这个蟠桃，上出名的当然大家一般民间所知影，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去偷蟠仙桃。哦，对啊，人讲猴子摘仙桃了哈。啊，这个故事大家民间一般大家拢知影。是。啊，这个故事爱对对讲起，就是对咱母娘的生日讲起。哦。是。因为咱母娘的生日，咱若一般伫个所谓宫坛庙宇，若有请到布袋戏也好，也是请歌戏，哦，伫个庙埕伫个做戏扮仙的时阵，大家拢会扮一个叫做八仙，水八仙。那么这个水八仙的故事，就是讲这个八仙啊，共同去甲妖池，向着妖池金庙来给祝贺圣寿，是，哦，这就是祝寿的这个仙客就对了，啊，不是只有八仙去给祝寿，哦，不是八仙而已，是天庭、地府、四府高僧、三界神奇，当时都会来到妖池，来向着我们的无极妖池金庙娘娘来给祝寿。是。那么他祝寿的当中呢，因为蟠桃啊是不属神药，就是说吃了会不死的，不老长生的，会像亲像仙丹一样。当然像当初秦始皇啊，到这咱进前的皇帝要找长生不老之药，就是这粒蟠桃。啊，对。但是呢，因为因功德无够，所以吃无着。是。那么就是爱这新鲜，啊，今麦这新鲜去甲祝寿的时阵，这个咱无极妖池金庙娘娘当然信心大喜啊，啊，伊每一年拢会挽一挂只仙桃，啊，来赏赐予只众仙。哦，因为恁来甲我祝寿嘛，啊，这后恁做伴手，早倒转。那么这个蟠桃啊，就是讲当时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伊本来是弼马温嘛，但是呢，迄个伊是齐天大圣，伊是孙悟空，那有可能一日干唔干啊？伫遐关遐买，所以伊就不舒服啊，伊就嘿一个辞呈，拄好玉皇大帝。哎、欸，玉皇大帝，这个事情我不干了。啊，有甲批无？咱玉帝敢有甲批？啊，尾来想想的，啊，这若无甲安大好落，伊阁大乱啊！啊，无就转去甲起一间厝，啊，伫个这个妖池金庙蟠桃园的边啊，啊，叫伊先转去顾只桃啊园，安尼就对了。哦，所以是顾尾，只么阁兼一块顾桃啊园，顾桃啊园嘛。是。啊，那么伊伫只优秀的当中，有一天，这个咱妖池金庙的圣诞又阁到了。嗯，啊是。啊，当然这个圣诞啊，到伊要。开蟠桃盛会的时阵啊，哎，就寄贴啊，哦，寄邀请函嘛，是，啊，接着伊逐工伫遐巡的时阵，哇，这邀请函覆甲天竺、地府、水府、玉府，哦，四府高僧、三界十方的神奇拢请到啊，含只八仙都请到啊，哦，啊，都无请到咱齐天大圣，哦，嘿，啊，大圣也是讲奇怪，啊，伊问我有啥物人，伊拢邀请谁啊？因为唯独伊无收到邀请函的了，对，伊无收到邀请函，哦，哦，啊，伊就这个高兴不已。好啊！啊，你大家拢邀请，啊，这桃啊我割啊这水，啊，你干独独无邀请我，啊，桃啊这水了，啊，拢因遐人咧食，我想要食啥，好，伊都足生气的就对了，啊，所以伊这个时阵伊心僵硬，僵硬，心情足无好啦，嘿，情绪低落，吼，啊，尾来想想，好啊，你会甲你甲我比，我要甲比倒转啊，吼，结果呢，你知影伊咧桃啊园内底吼，拢总分作三等级，伊入去伊不管伊倒一级。
伊只伊只做一届要甲修行啊，哦，啊伊就入夜时喏，三日就伊甲吞伊甲食，啊伊要食，当然伊逐工拢有只水虫嘛，啊是伊就无歹落手啊。有一天伊输伊甲遐时，伊就开只水虫讲，哎、欸，今仔日我来感觉人忝忝，我想要伫咧这个伊土瓮内底有一个凉亭，我想要伫咧这凉亭内底小休困一下咧，啊恁去外口等我，结果那阵啊，就干那因处理一困啊，然后就出代志啊。哦，这个因一个处理了，吼、哦，伊就经大粒的伊甲输啦。嘿，哦，经个大粒的。特级的，特级外销的啦。对，对，对，开始食起，哦，开始一直甲输。结果伊这落个食食了，等个盘头圣火迄一天啊，派这个妖帝金庙派到这宫女，大家要去万神堂。万神堂。啊，即摆去万神堂就万堂个。妖帝金庙一看，吓死！啊是啊，咱拢只细粒，还佫只青着，还袂熟。伊讲我无拄啊，都拢无啊，只能甲查来讲哦，食得啦。去哦，这个孙悟空开个食了了，慢了了。吼，啊，即摆大家就要追查伊个罪责啊。吼，啊，这个孙悟空，伊就人讲伊号做遮天大圣。是啊。伊就咧不管这个代志。吼、哦，你什么官什么类，你拢寄有着，啊，都独独无寄着我。哎、欸，吼、哦，所以大家要去家己爱心，伊赶快过甲因一番的战争就对了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那一个蟠桃大会的时阵，煞去个舞甲一个拢无声样。哇。在历史上，偷吃蟠桃的不是只孙悟空啊！啊，哪个有人偷吃蟠桃？哎，那人间吼有这个有这个母娘相属的，哦，虽然有这众神众仙吼有这个母娘和相属。哇，这个福分得偌大呢！啊，但是呢，历史上佫有一个人，伊不但是去甲偷蟠，佫甲偷蟠三界。啊啊！有相术的，毛偷蟠的，对，在人间的毛相术有个毛偷蟠的。对，啊，这个偷蟠这个人，咱即摆讲孙悟空偷蟠的，咱先来讲这个偷蟠。偷蟠的这个人呢，伊就是啥？咱孙悟空扳一届吼，就去用对咧，五指山、五行山下对五百年，后边还佫对东山庄去取经。哦，迄几路辛苦啊！但是这个人去偷三届无代志。啊？有这款的，这个人目睭好。哦，有背景啦，有关系就没关系啦。对，伊这个人有背景，伊安怎有背景？这个人乃是咱这个汉武帝，哦，汉武帝的大臣啦，哦，叫做东方朔。啊，东方朔伊的名号，伊姓张，叫做张曼倩，听起来那噪音啦，吼，像那小倩的吼，张曼倩。啊，东方朔这个人呢，伊的文书才华足好，头脑地域反应真好，啊，所以莫怪伊会伫汉武帝的座前去做伊的大官啦。那么伊咧讲话阁真趣味，所以呢后壁有人因为东方朔这个行为，所以都甲写一副对联啦。我那算讲，因为东方朔因老母啊过生日啦，吼，啊有一个人都甲写一副对联好。是，吼，啊顶联是安尼写，伊讲张家母亲不是人啦。嗯，有人写呢。杜秋平吼，甲写吼，生的儿子都是贼。啊？嘿，啊，张家老母唔是人，啊，生的囝拢是贼。嘿，啊，这对联听起来足歹的了。讲不着。伊就提个讲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写甲写这个，写甲呢？我要甲阮老母接收，啊，你甲写这对联，写甲真歹听。嘿啊。伊讲无啦，你派来提人吼，伤赶紧。啊，我后壁佫有写，伊无提着啦。哦，佫横批啦。啊，唔是。伊迄对联提无着，伊迄提了顶半层尔。哦，哎呀，张家母亲不是人，不是人，瑶池金母下凡尘。哦，生的儿子都是贼，偷得蟠桃献母亲呐。哦，你甲看后壁国家就无共款啦。国家无共，家乡也无共。张家的妈妈唔是人哦，唔是人，恁所以讲这，啊，你唔是人，这唔是咧共妈，因为伊新鲜。伊是瑶池金母下凡尘哦。张家母亲不是人，瑶池金母下凡尘，生的儿子都是贼，偷得蟠桃献母亲。因为我希望我的妈妈会当啥，长生不老，寿算万年。所以才去偷提蟠桃，
啊，所以人家讲，就是东方朔、张曼倩，捌去共偷妖帝金庙偷摕团套，偷三遍啊！嘿，啊，听讲这三遍的，因为啥？伊的肉骨一个是汉武帝，啊，因为伊个是东华帝君的门生，东华帝君的门生嘛，啊，所以啊，尤其过来第三点，就是因为啥？伊偷摕团套的这个用心吼，唔是歹。是要来献给因母亲妈妈，对，啊，这是一个孝心，啊，所以伊无代志，嘿，啊，但是伊一届是摕一粒啦，啊，唔是啊，啊，孙悟空其实个个走几远个啦，哦，所以两个做无同款，啊，唔是讲啊，伊头一届尔是都诶五行三下五百年，啊，结果迄头三届拢无代志，嘿，国庆个表扬哦，讲好，伊这生得，嘿，又好，这有好几种，哦，所以你讲有个人讲去这个。册店人偷摕册，讲叫做夜贼啦。啊，即去哦，即个去蟠桃园哦，去偷摕桃啊，即叫做孝贼。哦，孝贼，伊话会惨啦。孝贼对啦。系对，啊，当然这是故事，无真正走去偷摕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历史上就是偷曼，东方朔偷曼，即个啊有相似的啊。啊，有相似的。毛咱母娘相似，即个蟠桃，和咱人间的哦，嗯，啊，即肉骨咪佫愈强。这个人是因为伊的功德立世，甲伊的道心坚固。听讲咱这个这个蟠桃园内底，而这个蟠桃，因咱拄仔有讲，伊分作三级。是。上头前的迄区，上头前的迄区，伊结出来的桃啊吼，较细粒。哦，较细粒。花嘛较细蕊。啊，所以那偏偏咧收桃花的时阵，桃花若开的时阵，啊，头前迄区的。花嘛开真水，但是桃啊都较细粒。啊，迄区的桃啊是安尼，迄区一千两百丛。伊桃啊较细粒，啊，但是结真济。这桃啊呢，三千年才有熟一届。种了这三千年，三千年才结一届。三千年才结一摆，啊，搁细粒的哦。对。三千年才结一摆，较细粒。但是你莫看伊三千年结一届细粒的哦，伊这细粒的食到了后，就会当呐生鲜得到。啊，这个人就会当得到啊！哇，三千年，嘿，三千年，这个三千年的日月精华，这了一定得到啊！所以讲，头前这一千两百丛，都要三千年才熟，才会使修成一间。安尼哦，还个中个哦。啊，第二区原来一千两百丛，但是第二区这无同哦。就得六千年才有做修行，六千年，啊，你过来是伫啊结六千年结出来，所以也比头前要一粒都要六千年，安尼哪有法度？啊，对，啊，所以这个蟠桃呢，六千年才生一届，所以会较大粒。啊，就食到这个六千年的，都唔是干那新鲜得到。啊是安怎嘿？或者鸡下飞升。新鲜得到你只人世间尔，新鲜你是得到尔，啊你还无法度上天庭。但是呢，这六千年的食落，吼，啊你著明日先办，啊你著去你伫天顶啊，哦，这低下回升，哦，就是讲，嘿，你想要去哩就去哩，要落来就落来，哦，这是嘿，对，所以这个六千年的这粒食落更加好，你著当上天庭啊，哦，啊，敢有更加好诶？所以我拄仔讲有三千六百丛嘛，但拄仔讲了头前两千七百丛尔。啊，上好迄区就是嘛，同款一千两百丛。咱只讲定级的啦。定级的。过来定级的，这完了一千两百丛。但是这一千两百丛，哦，啊，着要食。你若无食过头前迄两种，你等袂到后壁这种。后壁 VIP 的就对啊 ，VIP 的啦。你若无食过三千年、六千年，你食袂到。我讲伊说，你爱三千年食到了后，哦，你再佫活有六千年。啊，活有六千，你佫食到你。活到六千年，你食到六千年了，你才有机会去食到九千年。啊，所以这个九千年的结出来好，迄个大粒，个水，个甜，个甘，吼，这吃落了会安怎？拄食都已经去你个天顶，飞上天去哩，飞上天去啊！天上地下地，天顶地府、水府、岳府，又在你去个啊！吼，这个九千年吃落去了，伊日月同寿啊，天地同久啊，甲。天地有偌久，你就有偌久。哇！你天日月同寿，就是讲，迄这日头甲月亮，若有在存在偌久，你就存在偌久。哦。叫做长生不老，不老长生。哦，那个比什么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更加好啊嘞啊！九千年啊！南山听讲已经存在足久啊。哦。但是南山有可能会去互你甲乌掉。哦。伊有可能会土石流。哦。啊，但是呢，日月咱未去甲叮当。咱无在个叮当撼不动它，就只，所以
这表示讲吼，这长生不老，不老长生。嗯，哦，所以讲食着蟠桃，为啥讲食着蟠桃？哎，伊是不死之药，就是讲，这个蟠桃食落去了，伊就永远未死啊。哦，就是伊是我长寿，哦，啊，甲天地平久安尼就对。要唔讲哦，自我知影吼，咱是有五千年的历史，那还未到六千年，要哪等到九千年？所以，这就是天顶的神仙都会甲咱讲的。系啊。大家好好修。以后吼，肉体无存在无要紧，咱的精神一定活有较久。哦，迄有影。对，看迄个机会去食着，先食着三千年的系列的成食啦。天哪！先食三千年的啦。对，啊，所以迄届为什么大家拢会足生气的？就是因为迄届人要用九千年的出来食，我去哦，孙悟空先输你啊。啊，一挂 VIP 的拢用输了了的啦，对啊。所以大家安尼很生气的啦。所以为什么那边个底下个跌五百年就是安尼啊？对不？不过跌你五百年算拄啊好尔，因为阮的九千年叫你，阮的日月同寿啊，这去互你提起来。哦了了啊。对，啊是因所以唔是干那跌伊五百年，伊爱佫陪同东三庄经过八到9981难，9981难，去到西方取经，倒转来做这木台功德，伊才有在抵消伊的罪业。哦，安尼我听你安尼讲讲，我看安尼嘛是爱考虑啦，偷食一粒桃啊，爱待伫个五指山待五百年，对啊，啊，搁爱去唐三藏，行到去迄个西方取经，9981难，81，哇，安尼迄艰苦啦。咱即摆讲另外讲到这个，你看人间，恁要食这粒仙桃，嘛唔是无机会。嗯。母娘都有相思的。哎、欸，是哦，哎、欸、哦。人间的唯有记录的，就是啥？汉武帝。嗯。汉武帝伊伫个元丰元年的时阵呢，哦，正月初一日，因为伊去上山，伊这个人吼、哦，伊好神仙之道、嗯。哦。本来都爱求仙道的人。求神问卜的。啊嘛，就爱求这个。良心之道、哦是啊、所以伊就好常常走去名山圣境、嗯、去参拜神仙道就对了，反正拜只神仙啊，去甲人弘道。啊，那么元丰元年正月初一日的时阵，伊去那个五岳中央有一个嵩山，哦，嵩山少林寺迄个嵩山少林寺迄个嵩山啦、啊，哈、哦。啊，去嵩山顶头呢，去遐玩求仙道，嗯，哦，去拜神仙了后，倒转来。伫个戊辰年的四月，啊，对，戊辰日啊，四月初七日戊辰日迄一天，伊拄好参这个，咱拄好讲头班神道，这个东方朔，东方朔，都伊个大官嘛，伊个旗下兵将，伊是去头班的啦，系啦，伊迄头班的，啊，但是汉武帝就拄好甲你开讲，伊头班佫无汉武帝知影，冇、嗯，哦，啊，伊就参这个汉武帝，就参东方朔，因大家伫个成华殿内底咧开讲，哦，成华殿就是伊甲官员咧议事的所在。那么这个时阵，哎、欸，那向我看到一个穿青衫的查某囡仔，伊甲问讲，哎、欸，啊你是虾米人？嗯，伊讲啊，我那是这个瑶池金庙的文生，哦，是姓王，哈、哦。伊、哦、讲七月初七日的时阵啦，今年七月初七日，哈、哦，母娘呢准备要来你的鲜花店家办寿宴。哦，好、哦，办寿宴，提早过生日，母娘是七月十八嘛，啊，伊七月初七就去，啊，咧提七月初七提早过生日啦，因为伊每一年过生日是伫瑶池嘛，啊，是这过生日是伫瑶池嘛，但伊这回要落来凡间过这个生日，伊是提早一宿，哦，伊七月初七这个时要来伊的鲜花店家，是，哦，啊，就派伊来甲伊讲，所以伫个这个汉武帝一听就真欢喜啊，好 ，OK， 啊，伊就开始准备啊嘛。因为四月初七到七月初七，这当中有三个月，哦，伊这三个月当中，吼，当然都是四界烦恼，该去采买去采买嘛，该去烦恼去烦恼，爱准备，爱装潢的装潢，爱买物件爱准备啊嘛，因为母娘要来这过生日啊，哦，一直到七月初七日，迄透早的凌晨啊，因为七月初六伊准备好啊，七月初七日透早凌晨两点外，母娘的性格够啊，母娘可能够，哦，伊入来时阵，哦。满天就是啥，凌乱红雾，我都真侪天顶落来，这个云架，哦，云甲塌落来，这一挂凌几个马车，尤其是母牛坐迄只，
母牛坐迄只叫做九色龙甲，啊，九色龙甲就是讲，迄尾龙啊有九种色，有九种的色字。色最真水就对，唔是干那咱人间这种红橙黄绿蓝靛紫，高中色哇，这尾龙真厉害啊，真水。啊，母牛坐落车了后，即摆到生花店啦，入去生花店内底，伊就剩五十个水种是咪尔？啊，母牛，啊，这个汉武帝当时是专咧徛咧这个金阶下下骹底下咧，哎，双手垂立底下咧等母牛。哦，咧迎接。母牛上座了，迎接圣驾。是母牛上座了，伊就派仙女来啊。哦。好，手捧一个。盘啊，对吧？这个盘啊，顶端提着七粒的仙女。哦，对，一箱四粒和汉武帝。哦，四粒和汉武帝。对，啊，另外三粒的。另外三粒母牛代价。哦，嘿，因两个共享迄七粒蟠桃，对。哦，啊，迄绝对是九千年的。一般的凡人是受动袂起的，所以其实伊讲扎落是三千年的。哦，那么伊扎落有啥物讲伊三千年？因为后边有讲。汉武帝这蟠桃吃完了，是，伊甲这个果核的迄个籽啊留咧，吼，啊，母牛讲啊，你留这个籽要创啥？留落来种，伊讲啊，我就讲这蟠桃这好个物件吼，我要甲种起来。对啊，留落来种。嘿啦，啊，母牛则甲讲，因为这种蟠桃啊，要三千年才有才开花，开花结果。啊，咱一般民间的土地唔伤过贫，就是讲这个土地较散，无法度种。这个土啊，种袂起来，啊，但无差，伊嘛是该收起来，收起来创啥？做纪念。啊，做纪念啊，这个代志啊，伫个明朝的时阵，明朝洪武年间，就是朱元璋洪武年间啦。草头洪武军啊。对。伊咧做皇帝迄个当中，伊后边这个虎口，虎口就是啥？皇帝咧国库啊。国库啦。国库。皇帝的国库内底，伊放金银财宝，一撮伊。这个奇珍异宝的所在，内底就是有这个蟠桃核，哦，嘿，蟠桃核啊，顶端阁有记载哦，是这个妖帝金庙塑武帝的这个果核，桃子先蟠桃核，所以迄个真正迄粒迄个留较为汉朝留较明朝就对啊，是，啊，拢留起来做纪念无种啊，对，汉武帝为什么会去得到这个仙桃？咱母牛是安那来袂好，就是因为第一汉武帝伊从事皇帝这段时间，是勤政爱民，哦，勤政爱民，对，勤政爱民，所以伊真侪这个措施，拢是啥为着民间百姓，哦，所以呢，民间的百姓每一个人，大家呐，大家拢感觉哦，这个皇帝实在太圣明了，哦，啊，这个足好个皇帝。所以大家拢怀着感恩的心，会使讲哦，每一工人讲啊，古早咧拜啥物？天地君亲师啊，啊，这个君那无好，大家就甲咒骂嘛，叫天地神明，哎呦，这个皇帝无好，你来甲收顿。啊，结果人汉武帝就是做甲，即所有老百姓每一工来咧拜神明的时阵，哇，天公、三界公哦，啊，这个这土地公啦、王爷公、妈祖婆啦，哦，阮这个圣君啦、汉武帝，伊都作为阮老百姓收的，你都比为正宫皇太。哦，你甲看嘿。啊，所以呢，皇帝爱做了好，吼，那老百姓自然，逐工拢甲你讲好话，对对，天地绝对会使。用好伊，用好。用好对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就是因为汉武帝呢，伊本身伊就是好神仙之道，啥物叫做好神仙之道？就是讲我对神仙、对求道、对道这个物件，我道心坚固，啊，我真追求这方面的。啊，所以伊敬神嘛，非常的虔诚。对对。啊，人讲虔诚会当啥感动天。哦，是啊，是。啊，所以就是因为伊这个诚心来感动天地，因为常常去访名山大川的这各路神仙。对。啊，这各路神仙知影讲，哇，这你已经是九五至尊的皇帝。嗯。啊，你这拜甲比一般的老百姓佫较虔诚。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诚心感动就只神明嘛，啊神明若等于天庭的时阵，就去禀奏嘛。啊是。哦啊，凡间目前咱这个啊中原的这个皇帝啊，汉武帝伊是一个明君啊，而且佫是一个对咱神仙非常敬重的人，伊是一个会当传道的人，所以汉武帝伊对着咱这个啊道教，伫个道教这神仙啊圣贤的这个啊经文学理。做到就会使讲去传播到这福音就对了，对对所以呢，母牛才亲身
落来香水传到。哦，安尼你安尼讲着，听咧头安尼高公大师咧讲，你除了头满仙桃、满仙桃的吼，这吼搁爱去戴五百年，啊，搁去西方是真好看，这唔通。嗯啊、你若讲欢迎要去上树，就吼咱母娘上树就攀桃的、嗯，哇，这个这个都困难的。所以咱总结起来就是讲，那、是为着伊个人的需要的，伊、就会受到处罚。是啦、但是你今仔那是伊的孝心，是，那是为着你是为着天下苍生，你的出意、出心入意是善良的，那感动心灵，咱母娘都会亲身来送你盘道，对，主人来保保庇你，是啊。所以咱讲到这种，他除了咱大法师来讲，这个众心身，吼、来为着咱无极妖敌金木大天尊来接受，是。所以有这陆陆续续的故事啦，就是这个盘头的故事就对了。啊，想讲到这接受吼，咱这晚辈通常晚辈。就是要来向咱的师大、向咱的父母、哦，啊，向咱的长辈来接受、啊，这是有什么含义吓？叫咱嘛？其实哦，你要知影，参像咱囡仔若出世，哦，若满月，哇，就赶快做个明月蛋糕，吼、哦，报大家知影讲啊，这囡仔满月啊，啊，四个月啊要收暖咯。你看有时嘿，较功夫的多济，哦嘛，开始咧请。啊，愈来即马少年人愈愈来愈重视即个做生日，好无吼？啊，毋过我个人的习惯吼，我较无爱做。欸，比如人讲啊，你六十大寿，我是觉得说六十大家会讲说啊，一假期呀，无简单吼，就要来办到足闹热的，让大家知影讲哇，无简单，你这个六十大寿，吼，因为当时吼，差不多应该若讲系五十几年前啦。我的客伯啊，我就要等着伊六十大寿。是。啊，一边就好，我很大的一个感受啊，因为那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，做完六十大寿，我的客伯啊无一礼拜回去啊。哦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是不是咱讲不好阎罗王知影讲，我已经六十岁，我一家子啊。所以迄、那个好，我印象足深的。所以了后，我拢无爱迄落六十大寿，我无爱，我拢六十一通头。啊，你应该是叫人吗？你应该是这个六十一大寿是还袂吧？啊，真歹势！我今年吼，我今年我一直无爱互阮囝知影。安尼唔通甲观众讲，唔是，唔通讲。但是我今年吼七十一。哎，哇！你今年都七十一大寿嘞，七十一岁啊！哟，生日快乐！七十一岁啊！所以我跟我囝讲，我不做七十，我也不做六十，啊，但是我嘛也不要很铺张啦。其实哦，啊，我有几个好朋友，安尼周边的，因为像我妈妈今年九十三岁啊，啊，但是呢，像我妈妈九十一，我们也是给她哦，都周边的，我妈妈今年等于做阿祖啊，哦，应该做阿祖啊，做祖啊，好。啊，所以在生日的时候，就是几一些亲朋好友的地方哈，啊，妈妈就给我们红包。哎、欸，我妈妈我也有、哦，她、要，因为呢，跟你说她其实你像我今天，七十一了，在妈妈眼中还是跟孩子，嘛是女儿，嘿，嘛是一个做囝。啊，但是呢，咱今仔摕到伊红包，伊也是要让咱赶快熬大汉。哦，再就咱诶，细汉时阵做多济做。做多济吼，嘛是拢爱收暖、收红包，啥物，就是让囡仔平安顺利，嘛是一个祝福啦，吼、对吧？就是讲咱这时势来向咱的长辈吼，就是讲叫咱嘛恁这的囝儿，啊你这的孙，来向你讲一句吉祥话，對對對啊来祝你生日快乐、所以叫咱嘛你就会给一个小红包就对啊，啊听讲这叫做喜包就对啊，算讲晚辈来向长辈。祝寿，嘿啊！长辈收受一个小红包，对，哦，咱这晚辈算祝福的对啊，一个是祝寿，啊，一个是祝福的意思啦，对，没有错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
啊，我听咱鸟人阿妈咧讲，哦，每一样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过寿的这个的习惯啊，吼。这回吼非常特别，母牛呢特别要伫咱德基主义堂这个蟠桃寿宴吼，要来相祝，来参与这个寿宴的，而且所有有福分、有缘的观众甲信众，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咯。到底是啥物礼物？我等下再来甲观众慢慢啊来说明。等下，主持人，卖等下讲啦，即马讲啦。啊，那讲吼，咱母牛要给咱啥物礼物啦？就来嘛。我卖一个关子，欸、我等下再甲你讲。你阿讲。哦，讲着吼，即观众吼，就想咱招人嘛，讲到底是啥物礼物？啊，是要哪去摕到这个礼物？要哪有这个福分？我等下甲你讲。从先来讲着讲吼。像头拄招来嘛吼，讲着讲，伊只伊个囝儿逝世，啊，甲伊只个孙来向伊71岁来帮伊过生日，即就是讲吼，咱个晚辈向长辈过生日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若像咱即个凡人吼，啊，为什么要来向咱即个神仙吼？除了咱对咱个世代祝寿之外，啊，道长，啊，为什么咱即个凡人吼，啊，来甲即个天顶个神仙吼来祝寿，像咱即回？来为了咱母娘办这个蟠桃寿宴的，人讲敬神如神在，咱拜神啊，啊，敢那亲像伊就是伫咱的面头前安尼，哦，做敬神如神在，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咱知伊神明的圣诞千秋的日子是当时，那么伊敢那亲像咱的世大人，伊敢那亲像咱岛的人，哎，对对，敢那亲像咱的亲人，哎，对，啊，所以伫伊圣寿的时阵，咱当然是爱甲祝寿啊，爱咯。啊，向着圣贤祝寿，甲向着咱的亲人祝寿，其实伊是同款，甲咱的士大人祝寿，伊就敢若亲像咱的士大人。是啊，为什么？伊伫个厝诶，伊伫个即个庙堂内底，咱来每一回甲祈求，伊人所说所求必应。咱若所甲祈求诶，哦，当然你袂使啊，即、這个贪嗔痴慢疑诶，即种要求，啊，要你贪念要来甲祈求，迄当然无可能吼。但是呢，你所求那是在一切。合理的情形下，那么神明绝对会有求必应，哦，绝对会有求必应。啊，所以呢，照着这个伊的圣诞的千秋日子，咱嘛是要甲感谢，感谢就讲伊伫一年冬天内底，吼、哦、啊，甲咱保庇，哦，甲咱庇佑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今仔日人讲神明兴，地主敬，是、哦，对对对，神明若真兴，地主就会甲敬，是，嘿，啊地神明若会兴，就是因为咱地主甲敬。哦，所以心明现在那只兴，就是因为你一心相敬。是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要让咱岛的心明更加兴，要让咱拜的心明更加兴，咱祈求的代志愈容易完成，咱就是爱一心去甲相敬，诚恳去甲敬奉。心诚则灵嘛。啊对，啊你愈诚心，心明会愈兴。是咯，哦，越诚心啊，神明就越兴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拜为什么伫这个祝寿时，心明咱爱去甲祝寿，哦，就是讲。爱甲当作咱的亲人，当作咱的士大人，哦、嗯，当作咱的尊重，去甲奉敬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伫个咱愈奉敬的当中，伊嘛愈会甲咱保庇、嗯，啊，所以呢，伫个接受迄天，咱当时来，哎，父母娘看到咱这么诚心来甲伊接受，那么你所祈求的代志，嘛愈容易达成个咧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因素，是，所以他穿吼，遮难嘛，你头问了讲。这回咱德基主义堂的这个蟠桃寿宴，母娘是要赐什么宝物给咱？对啊。你敢知影咱这个无极妖帝大天尊赏赐给咱德基主义堂有三宝，你知无？三宝？有三宝。有啊。第一个宝，嘿，就是咱的乾坤金锁。哇！所以伫咱这个过年的这个时间点吼，伫咱进前几个月有办一个。乾坤金锁开天库，迄、哦那个乾坤金锁，就是咱母娘赐予咱德基主义堂的第一个宝。哇！哦，啊，遐真侪人已经真感应啊。迄阵哦，你若来参与这个乾坤金锁开天库这個活动，太侪信众的故事讲未完啊，拢、哦、得到感应。做生意的啦，做生意哦，啊，保庇家庭的，保庇家庭的，太侪故事的啊。啊，我吼，我有讲吼，这制作团队，咱是咪讲找一个时间吼，来甲咱进前者吼，前几个月啊，来参与着咱乾坤金锁开天库的遮的信众吼，感应感应遮的故事，
一来做一个专辑来向观众介绍。这吼故事讲未完啊！哇！来爱做两三集啊，来讲啊吼。足精彩哦！第二个宝，就是咱的圣泉龙岩水啦，圣水龙岩泉啊。是哦。这吼顶一回咱堂主伫这节目有讲到，包括我个人。嘛，目前阁无了解这个圣水龙岩泉是到底是啥，所以吼，嘛爱阁请到阵嘛个做一集吼，来特别为咱观众介绍母娘四号得知诸位同个第二个宝，第三个宝，就是咱这回蟠桃寿宴，母娘有赐一个金蟠桃，和咱个得知诸位同金蟠桃，金蟠桃。啊，要怎去得到这个金蟠桃？啊，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，咱继续这制作团队吼，搁来做一集，好好啊来为咱的观众来说明着讲，母娘想赐予咱得知朱慧堂这个第三宝金蟠桃，要怎去想赐着这个金蟠桃的故事，伊的由来，啊，搁要怎去得到咱这个金蟠桃？差不多咱道长讲的哦，在人世间要想赐到这个蟠桃，一种就是头壳啦，头壳卖啦，未使，头肉的卖啦，唔好。啊，要想赐的是爱功德大如天的，靠我都得到大孙大孝，对。这吼，啊，你也知影讲吼，要哪来去得到这个金蟠桃吼？这吼，各位观众。继续锁定咱台湾艺术电视台《母娘慈悲》这个节目，咱后一集好好来为各位观众好好来说明。感谢着今仔日的大师，叫来嘛，谢谢。感谢母娘慈悲，感谢母娘慈悲。